妹，王爷很惦念你。哦，王爷来了吗？王爷来了吗？有惊喜哦！王爷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他准备了一个惊喜，让我电话连线他。真的假的？怎么样？我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这会儿多余你就这一到了畲族，这男人挺有格局啊！啊，蹭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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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东学哥 ！Hello， 王爷！哎！欢迎来到我的婚礼，你看这儿有好多人，现场有好多你认识的朋友，大家打个招呼吧。新婚快乐！什么？不是没有你的新婚快乐。你老婆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你还笑？哎，你们家福晋来送妹妹，嫁给别人，这怎么回事？你这家怎么当的？主怎么做的？应该说一句，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你，跟你没关系。对了，你的儿子命有小好多吗？我的大女儿不就是刚刚正的时候怀的吗？那时候你有一场戏，你坐在那儿了。我其实当时蛮担心你的，因为你的肚子已经有点显出来，当时不敢给你拍腰以下了嘛。我当时你趴坐在那儿，我说哎呦，我当时也蛮担心的。我说没事吧，看你还挺厉害的。我说太棒了。无论是对是错，不管对答如何，只要擅长含饮小麦果汁，即可顺利通过考验。酒过三巡。杯杯彰显九郎妹夫豪爽英姿，与你四郎姐夫不分伯仲。莫非狼越多，酒量越大？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来，就当时他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啊，爹爹来了。啊，英英我儿，大人您好。哎，我天哪！哎，我怎么大爷？远道大人。父亲。我上辈子的父亲。哎呦，没想到。这是从宁古塔来的吧？从宁古塔来，辛苦了。我皇上洪福。赦免老臣了，哈哈，幸福的日子来了。哇，太真实了，我感觉。今天我兰家嫁闺女，当爹的有几句话要跟女儿说呀。不行，我都想哭了，不行了。啊，莺莺我儿，哎呦，为父此刻就心里是五味杂陈。希望你们俩这个喜结连理，白头偕老。这世间的缘分很奇妙，就像我与果郡王之间，虽然呢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彼此呢却能感受到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和福气。是吗？希望妹妹呢，气谁呢，跟这儿也能够有一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缘，就像我与王爷一样。是吗？啊，就像我与王爷一样，不需多言便能 get 到彼此之间的情谊。新婚快乐。什么？不是没有你的新婚快乐。你老婆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你还笑？哎，你们家福晋来送妹妹嫁给别人，这怎么回事？你这家怎么当的？主怎么做的？应该说一句，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你，跟你没关系。真的保养得很好。这是吗？好像比我在拍甄嬛的时候她更美了。听我说，那个时候是为了凸显你们的美，所以我只能谦虚一点。后来呢，我就专程去数砖，你看这个砖数砖都数成这样了。难怪你刚才蹲在那边不停地数，哎呀，多少片叶啊！326。太额娘，我在这儿。太额娘，我在这儿。哦，好久不见呀，额娘。还能认出来我吗？哎呦天哪！还能认出来我吗？哎呦文文，你怎么比我还高啊？太久了。你吃蛋糕吗？你吃蛋糕吗？天哪！别哭了，额娘。
刚才是你给我倒的茶。对呀、啊。哦，还有茶喝，这是什么茶呀、啊，小姐姐？这是白茶。这是白茶，小朋友不能喝。白茶。对，茶里面还有咖啡因，你还不能喝啊？您给小朋友搞点白开水之类的吗？嗯，好，谢谢，辛苦啊，谢谢。哎，小朋友不倒茶了，谢谢谢谢，给他搞点白开水吧。我没把你认出来。没事，我戴眼镜了，所以才没认出来的。哎呦天哪，他又这样了，我又受不了了。你们太不地道了，你们这么太不地道了。别哭了，婉婉，哎呦喂，你抱娘，你怎么还得弯腰啊？哎呦。文文也是，我这么多年演妈妈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两个算是相处的比较多、比较久、比较好的。包括哪怕是戏杀青以后，我也经常到他们家去吃饭啊什么。我明明在文妈的那个微博还有朋友圈里见到过文文好多好多照片了，但是真人在眼前和照片里的人就还是不一样，就没有想到。哎，陈思思，哎。为什么他说着说着你突然就喊他的名字啊？他不然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件事儿吗？他问我女儿去哪儿了吗？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文文他长得太大了，他比我还高。哎，你怎么长那么高了？太瘦了，太瘦了、太瘦了。哎呦喂，文文，哎呀，只能说女儿长大了，女大十八变，比萨哥还高了吧？比萨哥高多了。对对，那萨哥还不行，萨哥年年长呢，我都不长了。是最小的小演员，3岁，他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有一场戏，华妃指责我办事不力。那场戏呢，因为蒋欣他演戏的时候那个气场全开嘛，就特别凶，就指着我骂。我跟文文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了，他已经能够妈妈不在时跟我玩的挺好了。但是那场戏蒋欣是把他吓着了，孩子彻底吓着了，就是死活就是拍完全景以后中近景不愿意进那个房间门。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文文真的就是在我怀里就是挣脱哇哇哭那个样子，害怕。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要怪华欣欣，只能怪他戏好。对，他戏太好。没有，当时结束了那场戏以后，然后呢那个皇妃娘娘还就是给我买那个泡泡糖，对对，来找我。对，我印象特别深。欢迎我亲爱的哥哥姐姐们来到了我的家乡济宁。济宁是畲族唯一的自治县，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畲族是一个女性地位特别高的一个民族。哦，真的，哎，这点很棒啊。对，所以呢，来到畲族的女孩子，我们都叫她们公主。啊，真的。哦，九郎呢是驸马。驸马。驸马。天哪！哎，小龙没来，你感受到了团宠的地位吧？我这马上，我一直是团宠。畲族是一个女性地位特别高的一个民族。哦，真的，哎，这点很棒啊。对，所以呢，来到畲族的女孩子，我们都叫她们公主。啊，真的。哦，九郎呢是驸马。驸马。驸马。天哪！哎，小龙没来，你感受到了团宠的地位吧？我这马上，我一直是团宠。就是我们要拍 vlog， 帮我们畲族的宣传。对。我把手机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样你看啊。我们要来一个往里头扔茶的这样的特写。哦，他开始走这个腔调格局美学的路线了。可以什么呢？一个是美学啊，咱把拍点升格的高级美学。美学我不会啊，升格靠你了。我来你来吧，我都不会啥升格。还有就找腔调，就是找调性。这个调性呢，一定拉得足足的，让别人一打开就想看。那这靠你了。我们都是实干型的，格局靠你。你配合就行。我配合，那必须配合呀。畲族是一个女性地位特别高的一个民族。哦，真的，哎，这点很棒啊。对，所以呢，来到畲族的女孩子，我们都叫她们公主。啊，真的。哦，九郎呢是驸马。驸马。驸马。天哪！哎，小龙没来，你感受到了团宠的地位吧？我这马上，我一直是团宠。济宁这个地方它是属于澧水吗？哎，澧水松阳县城。哎呦，安比怀之女。哎，到我家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畲族呢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但是呢口口相传语言留下来的一个民族。畲族呢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但是呢口口相传语言留下来的一个民族。
我要教你们一个手势，这叫胸腹给力。胸腹给力。对对，吉祥如意的意思。吉祥如意的意思。赢这左右在前后有这个男女之分吗？没有吧。要不你跟我们一起都是右手在前手。那咱们姐妹在一起，好。一起跳，好好好。二三四，二二三四。太嗨了。感觉怎么慢慢快了呢？我们真的是有模有样哦，真的胸脯给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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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胸脯给力。哎，我谢谢，谢谢，好美呀。那么这是一棵樟树，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已经有1200年了，1200年，在唐朝时候就种下了，所以呢，它也叫唐樟啊。千年来，它就是这样默默守护大镇村的，我们村民呢也都非常敬重它，爱护它。它好茂盛啊！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手拉手可能都围不过来，我们拉着手围一下看。哎，我们抱一抱，能围住它吗？咋抱到啊？抱不到哎。这种抱啊，哎呀，不就差一个张小龙了。我的天啊，我的天，这里是，这里是，哎，没人。哇，你的腿，好好好，我天，太难了。好好好好好，抱到了，抱到了，小心，太难了，行吗？劈叉了他。